给我！对不起，你做什么？牙膏能帮助烫伤。牙膏不能治疗烫伤。你又不是医生，牙膏可以治。沈医生好。啊，你还真是医生。啊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小区啊。本市报道，最近发生一起重大杀人案件，初步判断嫌疑人身份应是一名医生，发现举报者悬赏500万元。让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垃圾袋里装的不会就是……啊，嗯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……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好痛！我去拿药。一起重大杀人案件，初步判断嫌疑人身份应是一名医生。完了，我真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还没上药呢。啊！我错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这些是我做蛋糕时不小心弄脏的，还有刚刚扔掉的是失败品。尝尝。看来是误会了，谢谢。家里出现了经济状况，不得已才和洪家联姻的。博文，是你之前说，即便我嫁过去，博文也不会生气的。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，啊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啊，你没了，钱和博文哥哥就都是我的了。你，这杯水有问题。你，我就是少夫人。你现在需要用餐吗？痛痛啊！这身体的人主人是个傻白甜，好好的大腿不放。少夫人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方才询问她也没有回应。绝食是没有用的，我绝对不会放你出去和那男人会合。啊，您多虑了，我从来不绝食。我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明天的婚宴你必须出席。看来时间回到结婚前。看在经营你身体的份上，这次我绝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我就乖乖待在你身边，绝不乱跑。老公，你。宝贝，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吗？今天宴会时我已经做好了安排，你想办法离开公司，到时候我和你会合。这电话来的，你果然在骗我。没有。行，明天给你一个离开我的机会。看来有点艰难。少夫人，这是从巴黎空运过来的裙子，怎么不是婚纱啊？这算肯定是这傻白甜自己定制，非不知。那您婚宴嘛，当然要把自己打扮的好看一点。先去各美 APP 上预约一个光子嫩肤，这么多入住机构，选哪个好了？价格这么透明，当然选个性价比高的了。就草，你好，我在各美 APP 上预约了光子嫩肤，您这边请。嗯，真不错，趁现在还有新人限时补贴，我再下一单。要不是因为钱，根本不会嫁给宫少。听说他还要逃走了，根本就不会来。我以为我是你一个人的合法妻子。佳丽，我给你打这么多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不喜欢你，以后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来往。走吧，带我去认识一下你的朋友。好。佳丽，我没死，我在哪儿？恭喜，你别碰我！站住，别跑！来不及了，还好，差点就被发现了，谢了。要晚就想走，你想怎样？我可没钱。喂，今晚相亲照旧，礼尚往来，懂不懂？要不然你救了我，我才不会走。你家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？你该不会……你别乱说，这是我刚在商场上买的，赶紧收拾一下。我拿什么化妆啊？我身上可就揣了一根口红。刚刚买衣服，顺便买了一瓶自然弹粉底液。可是我现在皮肤暗沉，化妆效果会不好吧？里面添加了5%烟酰胺，很养肤，我们女生应该都知道这玩意儿。烟酰胺能让皮肤自然提亮，简直是油痘肌的救星。这粉底能一整天不暗沉、不脱妆、不灰脸，让你超长带金美貌。走吧。
这是我的女朋友佳丽。盛总，我们毕竟是家族介绍的，把这种女的带上台面就没意思了。我跟你不是一个阶级的，这种地方也不是你能来的。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你这辈子无法仰望的人。表哥，你今天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粉底液都暗沉有色差了，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人。那送给你。Yes， 踩点下班。叮叮叮，哎，等一下。啊，老板好。下班了。啊，对。这倒是快点啊。还挺准时。哦，主要是我大姨妈来了，我得赶紧去机场接她。哦。那个老板，我先走了。早就说好出来玩人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气氛越来越热烈。哎，佳丽，快来！你皮肤什么时候变这么好啦？为了今天，我特意这几天晚上睡前都敷了保命堂二合一双向面膜，是用白茶泥膜清洁多余油脂和黑头，质地细腻，肌肤光滑；再用蓝甘菊冻膜改善肌肤干燥，保湿补水，让肌肤水光透亮。入睡前全脸涂抹，第二天皮肤水润有弹性。你这个给我吧，我跟你说，有个帅哥几乎天天晚上都来，至今还没有人拿下，我蹲好几天了。哪个？那个穿黑色皮的那个。这种帅哥一看就是高冷男神型，一会儿我们就、哦、看我的。您好，有位先生请您喝一杯。抱歉，没兴趣。那个先生说。如果您不喝就一直送、嗯、他是我男朋友，想请我得问他。老板等等，化妆和变个人一样，怕什么？帮帮我转告那位男士，搭了酒就算什么。谢谢你帮我，这么费尽心思接近，聊完就想跑啊。佳丽居然被认出来了、老板你没事吧？老板医生怎么样？病人换过心脏之后还是有点排斥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老板，查到大少爷心脏捐赠的信息了，想办法让我接近。你的身体里是他的心脏，好不容易找到的，休想逃。站住，别跑！嘿，来不及了。还好差点就被发现了，谢了。等一下，用完就想走。干嘛？我可没钱。该你帮我。哎。之前没钱的时候交往的前女友找了一个有钱人，正愁怎么解决呢。算我欠你的，就这一次可以吗？林特助，多亏了你提前准备了这些东西，过两天去财务批款。不着急老板，这些高端美妆都是我在抖音商城购物，用抖分期十二星点新买的，本月发下才开始还，很划算。现在激活成功还送最高128元新人券包，点击五钱包选择抖分期，按照步骤就可以申请。这么好，帮我也弄一个。好啦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怕没想到你。走吧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佳丽。哟，你还真有女朋友啊，我以为到现在你还对我念念不忘呢。亲爱的，这儿佳丽，他可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我可太知道。本来早就想跟你说的，我觉得他更配得上我的身份，看你现在已经找好了下家，那就正好。渣男，亏我还为了你拒绝联姻从家里逃出来。突然想起来，妈还让我们回去找他呢。老婆、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失陪了，你怎么不对劲啊？没事，小姐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别说了，连夜我答应了，电话给我，我自己联系他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佳丽。喂，你好。